就是入厕忘带手指，挑这问题，有过特别特别尴尬的一次，忘了带手指，然后还家里没有人，然后最后把我的所有兜都掏一遍，找到了这个，找到了。你确定要说这个吗？我觉得不太好说，换一个问题，挑这问题。你先说。哦，我先了是吧？